5、4、3、2，大家好，好久不见。前阵子呢，因为小孩子有肠病毒，所以没有时间来拍摄影片，才会这么慢有影片更新。那就顺势呢，这一次影片就一次介绍我三个缸子，还有他们现在的情况，以及顺便回答一下大家比较常问的问题，都在今天会一次分享给大家。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那首先要来看的是斗鱼缸，有些朋友一直在问斗哥现在怎么样了呢？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啊，我可能会放在右上角的资讯栏或者下面的说明栏，大家可以点进去。他在上一次更新是因为他得了白点病，他在这个裸缸里面已经住了 1.5 个月。这个裸缸呢，只有一支50瓦的加温棒，还有自己 DIY 的过滤器，还有后来加了一个小笼。有没有加小笼？我觉得没有差别，只是小笼可以让斗鱼休息，他会在这个自己找一个缓流区休息。在没有小笼的时候，他是在这上面休息，就是斗鱼他会自己找一个缓流区。即便这是一个裸缸，没有什么乍看之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缓冲这个水流，但是他还是可以自己找到。因为你如果有稍微让一些气泡下来，像画面上现在这样的话，你可以从这个气泡的流动去看到哪里是这个缸的缓流区。除非你全部都没有东西，而你的水流又特别的强，这样子整个缸才可能会像刮台风那样子，斗鱼没有地方躲。但是我有一个自滴的过滤器，还有一颗小笼，我放了小笼之后，斗鱼就比较常在这个小笼的叶子旁边休息。现在这只斗鱼呢恢复得很好，待会呢会有一些近拍的画面给大家看。那斗鱼现在它的活动力啊食欲都很好，你看我现在手接近水面，它就以为要投饲料了。每天我都会给它吃一次，大概吃10颗饲料左右，所以这个缸子呢现在充满了这个褐藻还有部分的绿藻。那至于褐藻这个藻类的原因，大家可以去看另外一个频道，这个我就会放在右上角资讯了，因为我觉得他讲的蛮仔细的。那他也有虾缸，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订阅他的频道。那我都是上网去看一些资讯，所以我也很乐意分享给你们。那大家可以一起呢，透过这些各方面的资讯来弄成你想要的缸，或者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频道来解决你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他现在又从小笼下面窜上来，他有时候会在小笼旁边休息。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担心斗鱼在裸缸里面没有地方休息的话，你可以放一个小笼或者一株水草，它自己就会找到一个适合休息的地方。那现在这一缸我的恒定温度是 32.5 度，蛮准的。这边有一个温度计，有加温器一定要搭配温度计，这样子才不会在温度异常的时候你太晚发现。然后这个是电子式的，所以可以更快的看出现在的温度是几度。那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缸子，那它是一个小缸，那里面有一个迷你小笼，还有一个 DIY 的过滤器。我每天喂食一次，但是我没有每天换水，也不会拖太久，比如说两三天换一次或者补水。因为这个缸子呢，如果认真要讲什么消化菌啊什么的，它唯一能附着就只有这个自滴过滤器下面上面这个少少的地方，所以最好的方式呢还是每天换少许的水。那除了以上这些呢，我还会放镜子让它做展鳍的动作。你可以放一个镜子，这样子它会以为有别只斗鱼会展鳍，让它适时的呢做一些运动。大家可以看到它有点生气了，所以它的鳍呢就会展开，每天会让它展鳍个几分钟，一直到现在 1.5 个月，它恢复的不错，也没有白点。那破掉之前破损的鳍也有开始长回来了。那今天介绍完之后呢，我也会顺势的整理一下这个缸，因为虽然它没有怎么样，不过这个太多褐藻跟绿藻是可以不用理它啦，是可以不用理它。不过就这个观赏上来看呢，我还是会稍微的做一下整理，就是刮一刮，然后这个过滤器呢把它稍微的挤一挤，清一清。因为有加温的关系，现在这个天气摸起来还是有点温温的。经过一段时间加热，现在已经30度，所以我准备把斗鱼放回去。大家可以看到清洁完的缸子真的干净很多很多，可是原本的情况斗鱼它也没有生病，就是勤换水那就可以。但是如果你很在意缸子的美观的话，那就是要包含清洁鱼缸本体，那才可以维持这样的明亮。好，那我现在先把斗鱼放进去，就直接倒了。
那我还要准备一些那个懒人液，就是大家养斗鱼的时候也会找到一些资料，就是懒人液对斗鱼有帮助。等一下直接丢进去给大家看。这个懒人液我是上网买的，那网络上也有很多资讯是说哪些地点可以捡到这些懒人液。那如果刚好是你附近的话，你就可以去捡。那我附近没有可以捡的地方，所以我就上网买。那大家也可以上网订购，就是买来加在这个斗鱼缸里面。那我现在就把它丢几片进去，我没有看是要怎么算这个比例，但是就丢个两三片吧，丢个两三片。有人是说泡完之后再丢，或者是泡过的那个水，但是我觉得直接丢也可以，因为他们在天然的环境，也就是落叶掉下来，那个落叶也不是先泡完再掉下去，都是直接掉到水里。这个叶子应该泡湿了就会沉下去了，就给它泡着，那它可能会影响水色，就是会有一点点咖啡色这样。所以如果有的人他不想要放叶子，就会去买所谓的黑水。黑水就是提炼出来人家做好的，直接添加就不会有叶子。如果你的斗鱼缸有造景，但是不想要有这样的枯叶的话，就买黑水来添加。那因为我是裸缸，所以我个人觉得没关系，所以我就买叶子把它放进去。好，这样子给它泡着一天看看咯。那斗鱼的这一缸就介绍到这边，接下来我们会介绍这两缸虾缸。现在是第二天，可以看到水色已经变了，叶子也都沉到水底了，所以目前斗鱼缸的状态就维持这样子。网络上有些教学是说泡了差不多叶就要捞起，或者是你闻到这个水有一点点臭味就要捞起来然后换水。我会再继续观察，那欢迎如果你有放过这样子的叶子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经验，就是到底要不要捞起来，或者就给它一直泡着泡着泡到下次是泡到它烂掉的时候再捞起来。因为有一些说法是水色变了之后叶子就可以捞起来，还有我看到一个说法是叶子的它的那个茎有毒，可是我在想在自然界里面它掉下去的时候没有人帮它把那个茎挑掉的话，那原生的情况是怎么，这点我就觉得有一些问号，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你是怎么使用懒人液。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二个缸子。这缸是虾缸，是我这三缸里面呢第一个稍微有想要把它弄得像样一点，就是有黑土有水草还有一个自滴的过滤器。那这个过滤器也就是当初我学小人物二号做的那种沉水马达过滤器。我发现这种做法它非常安静，当然你有预算的话就可以直接买圆筒过滤器，因为这个这样子的结构呢就是有点类似圆筒，只是它放在里面，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样很丑啊，其实这样当然称不上美观了，不过就是便宜有效，因为里面都塞满了生化棉，所以你要培菌啊是没有问题的。那前面这个是珍珠草，后面是水蕴草，比起色缸的时候这些珍珠草长高了非常多。我在买的时候老板有跟我说这个珍珠草是会长高的哦，然后我想说没关系，但我没想到它会长这么高。但是目前看来我觉得这样也是蛮好看的，因为它的绿比较亮，相对于水蕴草，相对于后面的水蕴草来讲，这个珍珠草的绿呢它比较亮，所以你如果喜欢这种翠绿的感觉可以考虑珍珠草，那只是要把它放在中后面，因为它会长高，长起来之后就会像这样。那我个人是不在意，你如果很在意的话一定要把它放在中间或后面，把它当成一个中后景，就是简单讲就是当成一个背景，这样才不会挡到前面。因为现在长高了的很难看到每一只虾，而且中间有一颗墨丝也被挡住了，后面还有牛毛毡。牛毛毡从侧面看的话没有死，但是牛毛毡本来就是前倾的，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种法不是标准啊。如果要严格来讲就是种错位置，但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弄，所以我的标准，我自己的标准是没有倒缸就算成功啊。我想很多新手很怕就是弄一弄整个都死掉，就什么都死，草也死，鱼虾都死，就很苦恼，就会求救。所以我个人标准是这个是我第一次弄的，到现在都我觉得做得不错，所以我就一直维持这样子。我后来没有换水，都是补水，我补的水是 Brita 水龙头过滤器出来的水。水龙头水呢，我之前有拍过测试影片，它可以把氯去除，所以你如果没时间曝气的话，我是建议真的就买一个过滤器来把氯去除。其他的部分我认为它多少也是都有去除，毕竟它是要给人饮用的，所以还是有效果。这边呢，这边是极火虾，我这缸本来就是放极火虾。那目前来看它达到一个状态，就是如果你有暴藻，你有藻类困扰的，你上网去找方法，有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水草种好种满，因为水草会跟藻类呢
或者那些苔藓绿绿的东西会抢养分，所以你的水草种好种满的情况下，那些藻类就不容易出现，甚至是不会出现。我这一缸目前就是这个状态，水草都长很满，我修剪的都直接再插回去，所以里面的水草密度越来越高，高到现在这些缸壁、这些桶子都没有藻类出现，包含你看这边放的这个圆心瓶，它们的根啊也没有像之前这么夸张，也就是大家在抢这个缸子里面的养分，而水草先抢到了，所以它们就长得很高。然后后来我有把这个易肥的量增加，因为下面有些黄叶呢，一个原因黄叶的原因就是照不到光，因为它们长高了，我的光是夹灯没有那么强，它们就黄了。另外原因我想就是养分开始不够，所以有些比较老的水蕴草它叶子就掉下，然后有些珍珠草呢它的叶子也黄掉，或者有点开始有点透明，就是营养不足，所以我有增加这个易肥的量。那目前这一缸就是这样，我只有补水，然后偶尔会丢几颗豆鱼的饲料让它们吃，因为虾子也越来越多嘛，之前有爆了，虽然没有到爆缸，但是的确有开始变多。那有一些成虾呢也会老死，但不是死很多，就久久可能有一只成虾老死，就是倒在那边。那小虾子也陆续出来，所以比起刚开始的时候，虾子数量也有变多了。刚刚提到的水草增加，藻类就减少了，虾子的食物也变得不太够。然后因为看到它们很忙碌，就是看起来没什么食物，虽然我们肉眼是看不太到，不过比起一开始那种有点绿绿的，它们吃得很开心的样子，现在就没有了，比较缸子比较干净。但是我就开始有丢一些饲料。那如果各位有推荐的虾饲料，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我会想说来开始，不是说每天喂，但是偶尔丢给一些，让他们在这个空地，让他们吃个饲料。那我这一缸是珍珠草、水蕴草，中间有一颗墨丝，还有当初乱种的牛毛毡，还有铁皇冠，都在这里面，都是硬性水草。除了牛毛毡以外，其他都是硬性水草。这个是自己制作的过滤器，都不停一直转。然后在右下角这边呢，有用这个温度计撑了一个水草盆，让这个水落下来的时候带有一点空气，而且又可以挡一点点水流。因为当初没有用这个小花盆啊，有很多空气没错，但是发现会水流有点太强，但这个底部下面的黑土会冲的有点多，后来我就增加了这个，大家也可以参考看，有点土炮，但是我觉得效果蛮好的，毕竟 DIY 嘛，又要控制一下成本的话，先讲究效果，再讲究不伤荷包，给大家参考看看。那上面是滴流补水，我之前的影片都有秀出来，就是用一个手摇杯，再加一个调节阀，就可以做滴流补水，所以我现在都是补水而已。现在缸子这么干净，我也很少用刮刀了。一开始之前的影片，有人会问我那个刮刀是什么？那个是铝镁合金的刮刀，刮缸壁的藻类啊，脏东西很好用。但是我现在几乎不用了，因为藻类的养分都已经被水草吸走了。所以现在这缸状态呢，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水草种好种满，确实可以抑制藻类的产生，但是就要开始注意水草养分是不是足够，因为他们抢了别人的嘛，别人死了，他们如果开始不够，就会自己也会开始落下，所以这个部分就要开始再重新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再调整好的养分的供给，才不会又暴涨，然后水草又怎么样。这是我的目前的状态，给各位这个参考。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水草缸，这个就是水藻缸。那当初这个造景呢，就是后来学到了一些相关造景的基本知识之后呢，我就知道这个有些草就是要放后面啊，什么前中后景那些。那摆饰我是看国外的影片，想说在中间摆一个这个这只不错，然后发现大家还蛮喜欢的，这个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找，有一些水族馆都有卖。这里面的水草呢，前面是牛毛毡，这边有一撮珍珠草，就是当初之前地震呢它浮起来，就把它拿来这边种，现在也长高了，现在长成这样。还有绿菊、迷你小龙，然后面有铁皇冠，铁皇冠呢是种在土里面。那当初影片下面很多人说铁皇冠不能种在黑土里面会烂根，可是大家都没有说为什么会烂根。后来在另外一个脸书粉丝团呢，我顺便问了一下为什么会烂根啊？答案就是当这些黑土崩解的时候，或者你的黑土比较小、比较密，简单讲就是它的那个根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透气的时候，它就会烂掉。所以我在想，虽然我是种在当初是把它插在土里面，可是黑土还没有崩解的时候，它还是有这个透气的空间，所以导致它还没有烂根，简单讲是这样，还没有烂根。如果有一天这个黑土崩解的非常严重，它可能就会烂根，但是目前没有，所以我的结论是它可以种，但是如果你的黑土烂掉，黑土崩了，它可能就会跟着烂根。那目前没有，它们都长得很好。还有上面的是圆心瓶，那圆心瓶长得乱七八糟的情况就是像这样，你看很像就是飞碟的那个触手下啊，就是太长的话，它会缠住下面的水草，那缠得很严重，你剪掉之后，它会缠的你也很难清除，只能让它烂在里面。那如果你很在意这个水草烂掉的话，它有可能影响水啊，所以像啊，
当然啊，所以原新品呢，就看你要不要用。我觉得你要防绿藻啊，我觉得你把水草种好种满，就像刚刚那一缸一样，水草种好种满，我个人觉得比较 OK。当然，你如果是比如说裸缸啊，或者你的水草不想要种那么多，那可以考，真的可以考虑原新品，它的根长得很快，一下子就要修剪，而且繁殖的也很快，它会从这边长出一根侧根出来，然后再重新长一株新的，就这样一直繁殖出去，所以会到时候会长满整片，然后下面的根越来越长，长得乱七八糟。那这一缸呢，我也没有换水，都是补水的，搭配这个沉水马达雨林管，增加一些溶氧量气体下来，绵密的泡泡。那里面的蓝丝绒呢？最近我数了一下啊，只剩下七只左右。当初放下去有12只，一开始之前那个放虾子的影片了，总共12只，原本的2只再加上我买的10只，总共12只。再隔几天呢，我有夹2只死虾出来，所以照理讲里面应该是10只，不过仔细数呢，里面是6只还是7只？但有可能他们都躲在后面，因为后面的水草我看不到，后面的空间很密，很好躲，我看不到。再加上水草也长得越来越密，越难越去看到他们，所以我能够一起数到的大概6只，有时候数到7只，也就是有时候你这个生态它会有个极限，因为一样的缸子，有人他怎么可以爆缸300只？那他有他的条件，你的这个整个，比如说溶氧量啊、食物密度啊什么的啊，处理他们的排泄物啊，当然越好的话就可以养越多只，但是你如果没有达到一个平衡，他们就会慢慢的活体就会自己减少到一个平衡状态。有时候是不要太过于着急说，哎，怎么越来越少？因为有时候它只是在转换到一个适合这个缸。如果我弄一个更大的过滤器，提供更多的食物。那我想虾子照理讲食物更多了，那更大的过滤器培菌空间可以处理它们排泄物，那整个生态可以容纳的虾子就会越多。那如果我没有改变现况，它们其实就应该就是维持现在这个生物密度。最多人问这一缸就是花了多少钱，我那时候有算给其中一个朋友哦，那时候算好像是1500多块，不含这个鱼缸，这个鱼缸是朋友送的，不含这个鱼缸，总共黑土茶白饰跟这样子弄了弄，大概1500多块。然后细项我就不提了，因为你可以自己找你家附近的水族馆，或者你自己上网找做类似的配置啊，这样的类似的鱼缸、类似的摆饰、类似的水草。那因为我是用阴性水草，所以我这个灯呢是一般的白光 LED 灯，不是水草。不过我有在考虑要把斗鱼的那个灯，斗鱼的那个灯是 ISTA 的水草灯，在考虑要把它换上，因为你会发现这个蓝虾缸呢跟极火虾缸它们两个的色调、色温有点不同啊，因为一个是白光，一个是水草灯，就是水草灯还有红色灯珠、绿色灯，这边是纯粹的白色的。那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这种比较偏冷色调，有人喜欢暖一点都可以，你就可以依照自己的预算还有你方便购买的方法去买到你想要。那这边呢，我就提供我分享我目前怎么维护他们，还有当初是这个当初的色缸影片啊，我会放在资讯卡或者下面的资讯卡，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初色缸的影片。那维护呢，我都是朝比较简单的，不是说完全不理，而是你不用很长时间盯着看，没水就补水，然后如果比如说这个过滤器脏了啊，你还是要拿来清洗一下。那如果有水草缠住啊，水草铺了啊，落叶太多，你还是要剪一下，但是不至于说每天花很多时间在每天它们，大部分时间还是你可以观赏放空看着它们。那以上就是这3个缸子的介绍，希望对新手或者你想要开始弄的人呢有一点点的帮助。因为我也是这三缸也是这半年才弄，半年前我还在问那个墨斯的品种，结果原来我一开始买的那个墨斯已经黄化，我自己都不知道，当时还是这么菜，现在还是很菜，但是至少这几个缸子呢都可以一直运作，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出现，所以分享给大家。那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你有什么经验的分享也可以留言分享给其他的朋友。因为我想会来看的呢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是新手，因为这些严格来讲都没有照标准，就是我想怎么种就种，所以很多新手可能他们刚想要买的时候，第一个不知道买什么，第二个就是买了之后要怎么骗。因为我一开始也是看别人，就学着别人怎么弄我就照着弄，那有做起来，所以我现在也就同样的分享大家，你也可以照着做，或者你可以自己调整，比如说黑土或草，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预算，自己想要的草种。那阴性水草我就用白光，他们就可以长这样，当然用水草灯应该是比较好。我也在考虑要不要换刚刚提到的，要不要两个交换，因为斗鱼缸只有一株迷你小，用白光应该是 OK。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订阅，那也欢迎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分享给你的朋友按赞，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